喽，宝贝们，今天我们吃红丝绒蛋糕、火鸡面和肥牛金针菇。吃完的话点个关注和小爱心吧。宝贝们，今天我们吃寿司、火鸡面、炸酱面，还有小龙虾，放点芥末酱油。宝贝们，今天吃寿司、曲奇饼干和肥牛金针菇，吃完的话点个关注和小爱心吧。蘸点芥末酱油。Thank you.
宝贝们，今天我们吃泡芙、曲奇饼干、火鸡面，还有炸酱面，超大。自己做的炸串。